喂，哇，这个也是美哦，哇，维尼，要不要我驾着我的夹冲车带你去吃日本餐？好啊，好帅哦。喂，好装备啊，快点拿车哦。我叫你不要乱的啦。你叫我上去的哦。是人啊，车几美啊，是我的就好了。你也在修车的。你不该做人喜欢啊。那个车比你还老哎。以后我驾着这辆车跟你一起去日本。啊，你莫听车车先。讲什么？我觉得你哦。来到居酒屋，我要吃铁板鸭鸡。我要吃烧烤。我要吃寿司。我要喝沙克。哎，我这里很多沙克哦。哎，居酒屋当然是要喝沙克的嘛，配烧烤。啊，这里有室内呢，还有户外的环境，我们就去户外那里浪漫一下。哇，这里还有露天烧烤哎！哇，哎，帅哥，等下每一样给我来一份。啊，我要配沙克的。谢谢你了，谢谢。啊，我已经order了几样烧烤了的。啊，不是几样，是全部啊。啊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好吃的？哦，我们这里全部都很好吃啊，都半鸭鸡啊，端啊。拉面啊，全部都好吃，就你每一样都给我来一份啊。我有夹冲车，你想不想坐一下？对呀、啊。没事没事，下雨哦下雨哦 ，Let's go。来，我们进房间了。sorry sorry， 进去那店里面。哦，谢谢哇，这里还有 seasoning。铁板的，哇、哦，还是紫紫生哦，哇，还有海鲜，还有一粒蛋在那边，很美啊，哇，先吃他的烧烤，来到居酒屋，你看到吗？烧烤全部烧到美美的，哇，外面那烧很香啊，嗯，是啊，我有烧烤刚好，这道很入戏，居酒屋，哎，来来来，是要配酒了吗？来，来打开去，打开去，干杯，哦，喝了忍不住跳出来。干不嘞，干不嘞，先生，干不嘞，这么有表情，他久没有表情的，一定是水里面。我跟你讲，关键是水的，他每次骗你们的水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喂，哇，哇，这个也是美哦，哇，这个爆贝利涂了，很像火山爆发的这样状况啊，哇，这个肯定可以吃到你够饱。嗯，那爆贝利是应该是用来烧，烧到已经脆脆一条，一咬去嘎嘎声，嗯，香，真的很香。而且它炒饭也是很香，很有那个酸香味。再配一个蛋黄，那就更尖啊！嗯，这个真的顶，可以来一下。哇，它这里是超多选择的，你看，它除了这个汤的拉面之外，它甚至有这个炒的拉面。还有这个是拿贝，这个是汤的，里面有满满的三文鱼，还有这些 maki， 还有寿司，你看寿司都是摆得很漂亮的。来，你看这个，这个真是很少有，这个是炒的拉面，还有一个柴鱼丝在上面，还有一些烧冻啊、虾啊。很够味，它的那个酱很香，它用那个好像 teriyaki sauce 的那个酱来炒。哦，这个是豚骨拉面，因为刚才我喝了一点汤，所以看起来比较少。All right， 五、哦，看到吗？给了豚骨。嗯，那个肉虽然大只，可是它是一层就透的，然后咬下去是很不错，很有口感。它的汤呢就不会讲很浓稠，这味道是 OK 的。已经是饱了八个种了。哇，这里的生蚝很大个一下。哎呦，那个肉满满的，结实。来挤一下先，这个饱满肉。哦，很大力。哇、哦。嗯。这里好彩是你吃啊，如果是我吃啊，要唱那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。为什么？都没有你吃。你可以叫一 set 的东西，比如讲这个unagi的端，还有包括了这个鸡蛋，这个菇。还有一些小菜，还有汤，这是一 set 的。又或者你可以单叫一个 don， 这个是牛肉 don， 也是很漂亮。再或者你可以叫一个拿贝，啊，这个是姜制的三文鱼头。这边三点烧烤三贝，还有烧烤烧冻。哇，这么多啊！这样够了，够了，不要再烧了。好的。太多了。哇，这个三贝刚刚烧出来的，哇，好美哦。美女吃饱了，坐我的甲虫车回家了。空了哦。不如我背你回家了。不要。这样，你背我回家了。我有车。这样，掉转来你载我回家了。我听话了。